就给贵客吃这个，我要投诉。投诉电话12315。嗯，哎呀，我现在给你拨过去，你问问。行了行了。哎，师傅，你这有睡衣吗？男士睡衣？对不起，还真没有。但我这儿投诉的男人通常都是光着睡。这也太不周到了吧！要不这样吧，你出去给我买一套。 我睡觉不穿睡衣睡不着，这万一半夜走错房间多麻烦呢。嗯，没关系，我枕头底下有把刀，还有一习惯，只要夜里有异常动静，我挥刀就砍。真的？嗯，绝对。这我就放心了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就表明你这夜里啊，从来就没有过异常状态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你别无赖啊。 我以前就知道你无聊，还没想到你这么无赖。那是因为咱俩没有同居过，这次天赐良机，给你机会让你加深对我的了解。谁跟你同居呀？别在那儿臭不要脸了。不要脸三个字在法律界定上已属侮辱范畴，根据民事诉讼法。你再撇，我就把我妈请回来。行了行了，别闹了，吃饭吃饭。 其实啊，我也是被你逼的，才想出这种办法来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让两位老人家安安静静的享受享受生活，就当遇习了。哎，其实他们两个人呢，从来就没有真正生活在一起过，就当磨合了。说的，说的好听。哎呀，我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儿啊。 你要说什么？我没想说什么呀。我也没想说什么呀。你还说我无聊呢？你不也一样？不一样，不一样啊！程度不同，性质不同。我吃饭了，洗碗去。这点你得跟你妈好好学学。你妈从来不让男人进厨房的。我妈是不让她的男人进厨房，你只是我的房客。行，房客，哎呀。 客，刷碗，房客一会儿收拾屋子啊。哎，干嘛呢？无聊的想法，想想就算了啊，别整的跟小侦探柯南似的。我没有，我就拿电话玩会儿。行了，谁还不知道呢？你呀，去刷碗干活，把念头压一压。去，去就去。好好干啊，别带情绪。 阿正啊，你看人家乔乔这日子过的啊，柴米油盐的都齐上了，还有洗碗机呢。他哪会过日子？那些东西都是我帮他添置的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就跟那个研究生他妈一块儿去购置的吧。嗯，本想啊，安营扎寨在北京。 可是，净胡说！我跟人家一点瓜葛都没有。嗯。哎，乔乔啊，你到了，挺顺利吧？正在谈。 爸，我没别的事儿，就是报个平安。你们都挺好的吧？好好，吃完了饭我跟你妈正在看电视呢。啊，爸，你们早点休息吧啊！要是被子不够的话呀，壁橱里还有一套。啊，你忙你的吧，我们会照顾自己啊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哦，对了，爸，那个客厅的沙发呀，拉出来以后就是一张床啊。你怎么进来了？喂，咋的？ 断了，好像进去个人。喂，进去个人。嗯，你在哪？你在哪？在哪？你看，摁一下再松它。哎，松它。你可真不是个玩意儿哈你！不让我打，你自己冒这儿打。我就是抱个平安，怕我爸惦记。那你说把沙发拉开就是个床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你？哎，你出去出去，我要拉屎了，快去去去。
电话，电话，电话，电话。接啊！出去我就接。你接完我就出去。快接！没爸，啊，没事儿，我在卫生间呢，刚才打扫卫生的进来了，突然进来的，啊，那行，没事了，晚安，早点休息吧。 那我挂了啊！我就是好奇，没别的意思，跟你一样。我是真好奇，你可不。电话拿来。电话拿来。你要他干嘛？快点儿！小便5块，大便10块。财迷。开门一回一百，耍流氓吗你？谁流氓啊？ 下回去了。哇，进来。哎，可都3点了。是吗？我马上就睡。你天天都这么辛苦啊？心疼啊。 开瓶器呢？自己找找嘛。算了，还用手吧。哎，你真用手啊？傻不傻？疼吗？本来挺疼的，看你这么心疼，反而不疼了。切，谁心疼你啊？我只是觉得很惊奇，大律师连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，怎么甄别犯罪与非罪？律师不负责甄别有罪和非罪。 有的时候明知道有罪，还得变成非罪。颠倒黑白也是犯罪。知道我为什么不换主意吗？没有特别想听的欲望，但如果你特别想倾诉呢，听一耳朵也无妨。我吧，前段时间代理了不少离婚官司，眼睁睁地看着一对对恩爱鸳鸯。 走进法院，立马就反目成仇，变成阶级敌人，怎么刻薄怎么说，怎么恶毒怎么来，看着挺让人心寒的。所以，对婚姻没信心？可以这么说吧。现在有信心了吗？你那天说，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，这话确实挺深刻的。 我现在不太想耍流氓了。那这点咱俩还挺一样的。咱们俩难得步调一致啊。嗯，不一致。你是不想耍流氓而不当流氓，我是不当流氓而不想耍流氓。说的跟绕口令似的，没太懂。换句话说呢，就是你现在想结婚，我不想了，懂吗？嗯。 明白了，这下明白了。行了，你赶紧睡觉吧，我还得接着忙呢。啊，你也早点休息。这俗话说得好啊，男人靠吃，女人靠睡。冲你说了句这么贴心的话，我明天给你做一堆好吃的。行了，你就别贫了，早点休息。 睡不了，明天一早就得上字幕，我今晚上必须得弄完。
那我就发发慈悲帮你写吧，你们这种官样文章我也写得。真的？真的。那我可就真做假，实假亦真了。你这比喻的太不恰当了，就你这文学功底，我写的肯定比你好。抱走了啊。嗯。那我明儿得检查啊，质量不过关罚款。 你说也买的买的，干什么呀？都新的洗碗机没用，什么的。你这自己洗碗还锻炼锻炼？你说那不……哟，哎，你好，肖美畅，你好，你好。好一段时间没见到你，我还以为你回唐山了呢。没有，身体不舒服，住了几天院。住院了？严重吗？不严重，好了好了。没什么事吧？没事没事。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老伴儿。 阿兰，这是我同事肖美畅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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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遛弯儿啊？不，去给孩子买个洗碗机去。哎呀，这当爸爸的，非得要给女儿买个洗碗机。我说就那么几个碗，你看他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那我们走了啊！好好好，再见啊！再见啊！再见啊！再见。 别往回抽，我刚找着点感觉。啥感觉？看你刚才那个样儿嘛，一见人家。笑啥呀？你吃醋我开心吗？我吃醋？我值得吗？我跟你吃醋？那我看你。你先过来。 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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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手，我把手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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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，
我就觉得他像我亲闺女似的。啊，那三个孩子呢？我说你别生气啊，实事求是的说，那三个孩子也亲，但是不如对石河那么亲。我也是，别说我就这一个儿子，完了，不行，还是亲石河。哎呦，我就想着这孩子一多呀，这一碗水呀，真难端平。 我对妍妍和乔乔不也是吗？就喜欢妍妍，现在这不也是逐渐偏向乔乔了吗？你说这是不是同情弱者呀？我倒不是说他俩事业上弱，就说两个孩子还是单身汉，完总揪着我亲，是吧？啊？那乔乔跟石河也不一样啊，乔乔是因为他妈的官司给耽搁了，人石河多主动啊，掌握主动权，自个儿挑的。 哎，出租车！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来来来来来，你来了就上来。哎，等等等等。
慢点，慢点。来，慢点。慢点，买个洗碗机。哎呀，你郑叔，疼你，说看那个乔乔那洗碗机挺好的。我给你买了一台，我又洗不了几个碗。你说，哎呀，早点，这都做好了。你不说你刚起来吗？啊，我昨晚上做的，我怕早上起来慌慌张张的，先做好不就那什么？那你们吃点吧。我们吃过了。啊，你吃过了，你就来了，你吃吧。 郑叔，那你先坐，我去洗漱一下啊。挺好，年轻人都喜欢。嗯，哎呀，石河呀，啊，你几点睡的？我2点多。你到底几点钟睡的？这还温乎着呢。其实我那个刚睡一会儿。 你看，老郑啊，你真得说说他。你看这，还得说什么？快让孩子洗脸吃饭吧，快去吧。啊啊啊！嗯，你说这孩子这能休息好吗？你说，挺好的这颜色哈。啊，是，年轻人喜欢，反正我不喜欢。你看郑，哎呀，你看看，啊。 我家这石河呀，我跟你说吧，就男孩子秉性不讲究。你看这咋整这个乱套？你没看一下生呢？哎呀，他爸讲话了，那就像号角似的，那一声吼啊！他爸以为是男孩子呢，哪知道啊？人老天爷还没下命令呢，他就着急了，就在那槐花树上就呲溜一下子，这是。 下来，这一下来把小鸡鸡化掉了，变成姑娘了。还是女孩子好，女孩子是妈的小棉袄。那个乔乔出生的时候啊，大夫说是个小子，把他妈乐够呛。我还心里话嘞，这要是个姑娘多好嘞。哎呀，你呀，就当我说吧，你可别在乔乔面前说。 说说人家不高兴啊！是，这话不能让乔乔听见。那可不咋的。好的。哎，别动！啥呀？啊，怎么的？不是，什么呀？门把手坏了，您一拽该折了。哎呀妈，吓死我！一个门把手算个屁呀！我跟你说，你找工具，让郑叔。 我给你收拾收拾吧。不用郑叔，我让物业来修，我每年交物业费呢。那妈，我得走了，你们去哪儿啊？我送你们过去。你急啥去呀？你昨晚没睡好觉啊？啊，请个假别去。哎呀，不行，我有事儿，我必须得走。那你走你的，我在这儿给收拾收拾屋子，正好你郑叔帮你那个啊洗碗机给你装着，好不好？不是。 妈，我们隔壁装修呢，一会儿叮叮咚咚可吵了，根本待不住人。没事儿，哎呀，哎，你今儿我跟你说啊，你打车走啊，啊，我在这给收拾收拾东西，我你看这屋这个乱，我给你擦擦。哎哎，妈，啊，要不然这样吧，你跟郑叔到我们单位看看吧，参观参观我的工作环境。哎，哎，这行哎，行不行？ 石河挺忙的，就别添麻烦了啊！没事儿，郑叔，我忙我的，你们看你们的嘛。我在里边可大了，我妈还没去过呢。对呀，看完了咱自个儿回来呗。就是。
那就去吧。那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你赶快去穿衣服啊，我来不及了。快快快，教授快去啊！锁，你看这次接着的，不是妈妈妈，哎，喂，徐总啊，行啊，有空咱碰一面吧。中南公司那起版权案不能再拖了。对对对，你10点有空啊？那行，我马上过去啊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哎，锁什么门呢？那个，哎，主任，我跟您商量个事儿，我想带我妈他们到台里去转转，参观参观，行不行？啊？区里要检查呀，哎呦，那您看我都答应他们了。诗和呀，那个咱们别给领导添麻烦，我们哪天去都行吧。你别整两个大仙人上人那晃了晃荡，我跟你说人家烦，人家讨厌。那行吧，那个哎师傅您靠边停吧，啊那个妈，那我就先下去，我再打一辆车，你们就坐这里啊。别，不用不用。咱们打车走，对，我们也没事儿。你坐这个车走，我们下车，来。郑叔，妈，那你们小心点啊。那我先走了啊。走吧。师傅，回刚才那小区，不好意思，我忘拿东西了。哎喂，我马上到了啊！你什么？这不是我锁的，我妈给锁的。她拿过钥匙就给反锁上了。你说我怎么着？我再给开开呀？真是的！行了，你就别抱怨了，我还烦着呢，算怎么回事儿啊？弄得跟偷情似的。哎，行了，我快到了，挂了啊。你还来呀？急死我了都。跟人约了10点钟见面，差点耽误我事儿。那我送你吧。别扒，说送就送。上车。我可算是知道当年地下党有多么不容易了。我可比地下党惊险多了，还不是你惹的？是大男人怎么老怪我呀？什么叫我惹的？我是为什么呀？以后别老说这样的话啊！今天算你走运，没被逮着，被他俩看见还不定以为我们怎么回事儿呢。逮着就逮着呗，我又不怕，反正你解。我解释？我怎么解释啊？你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，我不管。哎呀，我都困疯了，哎，我先眯会儿啊。到这儿叫我。瞧你那事儿，真是那样，还带一墨镜。少那么废话，好好开车。
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这北京这么大，你溜达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什么歇呀？这刚走多大一会儿啊？我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回事儿？就缺少锻炼，你看着没有？我缺啥锻炼啊？你们走起来有动力，我跟我姐我俩有啥动力啊？我有啥动力？哎，你还打人呢啊？再手打都敢打手？我打你。行了行了，我干嘛？妈，你怎么跟个小孩似的？你我干嘛？我说你还不如懂得呢。叫他们歇会儿。北京都欢迎我，你上我还动手？就叫他们歇一会儿。大冷天的逛奥运场馆，我说不来吧，你非让我来，怎么样？脸都绿了吧？谁非让你来的？真是的，我烦人呢，别惹我啊！哎呦，活该！给我站住！给我吧，给我。小瑞，我问你个事儿啊。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呗。昨天晚上你怎么不冲马桶啊？不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今天一大早刚下飞机。我在宾馆里不冲马桶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哎，那你是不是在宾馆登记的时候留的我的电话号码呀？啊，对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当时随手那么一写，可能是你的电话，对不起啊。对不起就行了，你把我的电话号码随随便便留给别人，这非常不礼貌。再说了，别人追着来骂我说我没素质，我多没面子啊，是不是？抱歉抱歉，我真不是有意的。回头我跟他们发个正式的致歉函，行了吧？你看你，把人家石河的手机号留给宾馆了，这不侵犯人家隐私了吗？当律师的应该懂得这一点嘛。啊，我懂，下次不这样了。给人家道个歉，诚恳点啊。行。中国呀，有句古话，这个良言一语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。那你跟乔乔干嘛对人这样啊？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再说了，是你同学，又是你正叔的儿子，你瞅你那个样。行了，妈，你别啰嗦了，我不是点到为止吗？我没说什么呀。那你行了，你那话也够意思了。去跟他说说，说什么呀？好孩子，听妈话，跟你再说说。好好说啊。跟人家道歉啊。啊，知道知道。爽了吧？不爽，服了。你又不是不了解我，何必捅这马蜂窝呢？是不是？张石和，我告诉你。你这半个月给我做饭的人情，这下子我算还清了啊！你说还清了就还清了，五星级的待遇知道吗？我辛辛苦苦的，恐怕你这辈子人情你都还不清了。你辛苦，辛苦还巴结我爸说，郑叔你再多住一段吧，我看你还是不辛苦。还有，什么五星级待遇，那是你自己的感觉，要我说呀，也就招待所级别。招待所级别，某人还舍不得走呢。是谁从遥远的厦门给我妈打长途电话？秦阿姨，我一时半会儿回不去，你呢在这儿待着，帮我看着家，我心里就踏实了。是，那还不是在你的暗示之下，我才那么说的。我暗示你什么了呀？嘿，那你晚上睡觉不锁门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别自作多情了，不锁门是一种信任，相信你是个君子。哎呀。那这么说，你半夜偷偷拧我门了？不是偷偷，是大大方方拧的，看你蹬没蹬被子。你这话在法庭上你都站不住脚，都没有力度。是偷闯啊，单身女子的房间，你的理由是看人蹬没蹬被子？是，不是闯，就是在门口看看。看看也是违法的。现在同居都不违法了，有能耐你告我去啊！你等着呢，我有的是招整你啊！我也等着你。告。哎呀，老二，你就别一步三回头了，他俩没事儿。哎，你管着我这三回头？姥姥，您就别管他们俩了，他们俩就这样，我跟董德都见怪不怪了。怎么的？他俩经常吵啊？哎呀，吵架也是沟通情感的一种方式。啊，姥姥，董德的意思就是说呀，吵架呢，同学之间也吵架，吵架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对不对？你
你们两个纯粹一个滚头，一个蛤蟆眼。哎，他说你蛤蟆眼真像。你这不对了，你这有侮辱长相之嫌疑，我得找我律师跟你谈话。姥姥，你这歧视容貌在国外是犯法的。啊，我这容貌犯法，我犯法，我犯法，抓起来，抓起来。哎，这景真好，给你拍一张，来来来，照一个，好，来来来，一二三。你好。嗯。哎，你俩怎么样了？什么怎么样？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啊！我和佳佳一直帮你触动张世和同志的灵魂呢。你三妈那魂灵的快赶上鬼火了，你事儿叔逮不着。啊，此话怎讲？您行动没有？什么行动啊？怪不得董泽叫你三妈，我叫你小姨呢。告诉你吧，我现在不想结婚，所以也就……嗯哼。罗小娇用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，婚姻绝对是爱情的。哎呀，我现在没有想好，到底是想结婚，还是想跟某个人结婚？你肯定是想跟社叔结呗。我告诉你啊，女人啊跟男人可不一样，女人呢只有真爱一个人才想跟他结婚。这就是问题的关键，男人跟女人也不一样。不爱也可以接。我三妈现在最想做的事儿，她就是结婚，矜持，绝对是矜持。不像。啊，我跟佳佳不能看错呀。你们俩就别自作聪明了。女人到了这个岁数，都怀着一颗恨嫁的心，想抓个人就接了。可到了关键时刻，突然发现她想要的并非这一只，拔腿就闪。怎么听着事叔有些许失落啊？男人嘛。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，那可不一定，没准你吃到以后才发现更香甜。你怎么说话跟小流氓似的？我三妈也这么说我。我发现他当完伴郎之后，突然有了那么点上杆子的意思，这说明他受到了某种渲染、某种鼓励，才动了结婚的念头，很不正常，也很不单纯。我怀疑他自己都没有想清楚，自己到底是改变了三观呢，还是一时的情绪？到底是想跟我张某某结婚，还是只想结婚？明白吗？你们可真够费劲的。哎，盛叔，我觉着你吧不能坐以待毙，你实在不行就来点猛的。教你盛叔学坏？不是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意思是你。你得给张世和同志来点猛料，让张世和同志认清现在的形势。什么猛料啊？怎么着？哎，点了没有？我们都快饿死了。啊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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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那个乔任点什么了？我还以为你点了呢。你们逛那个金星公园呢？我看看都点啥？啥也没点呢。我点20个大包子，海鲜呢。啊！这能吃得完？郑叔，哎，这是你女儿哈？啊，对，她叫妍妍，在美国呢，现在。真好看。哎呀，你们家呀真有意思，女儿呢姓您的姓，儿子呢姓妈妈的姓。妍妍跟我亲一点。乔乔跟他妈妈亲一点，这我能理解。我呀，就跟我爸特别亲，我爸在的时候可疼我了。哎呀，现在没人疼了。别这么说呀，你妈对你们四个还是都很疼爱的。哎呀，我妈，疼和疼还不一样。你看刚才我妈那态度，哎呦。哎呀，现在呀，好在有郑叔您了。我会努力做到像你们的父亲一样，爱护你们，啊！太好了，谢谢你。我呢，就一直有个事儿想求您。咱不说求，是不是佳佳的工作问题呀？不是，佳佳现在不让我操心了。东强，你看东强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在那儿开车呢，当司机，所以我这一直想。哦，这个事儿啊。我想想办法啊！
哎，谢谢郑叔，谢谢。别说谢，别说谢，也不一定能成啊。我只是说，咱们先试试啊。行，您老将出马一个钉俩，没问题。对了，郑叔，先别跟我妈说。啊，好。啊，你不提醒我也不会跟你妈说的啊。 哎，我这亲戚啊，哎哎，你这待着挺消停是不是？赶快给你姐挂个电话，怎么的？到现在还不来呀？当然现在就打。姐，走哪儿了？啊？不来了。昨天你不和师哥说好了来吗？就吃顿饭也耽误不了你备课。 真是的，那郑叔还等着要给你写字呢。喂，姐，挂了。这等，打。真喜欢。我接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我个屁机！ 你这，你跟石河上他们家找他去，你看到底咋回事？哎，行，请的还不行吗？知道了，石河，不来就不来吧，一定是来到期末了，万美特别忙，反正孩子们已经都不能任性，真的了，一个老大呀，你跟得有个老大的样，你现在你没个样能行吗？ 来了，哎呀，说早早早早就到，啊，怎么的呀？你这么难请呢你？你个这家又挂电话的又怎么的？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就等你了，快过来吧。那，妈呀，你那你谁呀？啊，你等等啊，老郑。 喂，啊，爷爷呢？还没休息呢。刚才跟你说话的是你秦阿姨，啊，对，就是我跟你介绍过的那位秦阿姨。他误认为你是他的大女儿了。说好了今天到我这来吃饭，他这个大女儿啊，到现在还没来，他有点急。 哎，对对对，你秦阿姨性格特别爽快，对，既坚强又传统，嗯，不是波伏娃斯的那种坚强，哎，对，是东方女性的那种坚强，啊，你要跟你秦阿姨了解一句啊，你稍等啊，燕燕要跟你说几句。 我说啥呢？我跟你说呀，这个燕燕的性格跟你和石河的性格十分相像，快人快语，大大咧咧，善解人意，心眼好使。你跟他说吗？说啥呀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就当自己的孩子一样。快来，来，喂，是，啊，秦阿姨，对对对对，刚才吧，有点误会。 我心情不好，我不想见人。姐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没怎么，你走吧。不会是为了平一级的事儿吧？哎呀，你们走吧。姐，你有什么话可以跟我们说？我跟千里可是你老妹儿啊。我就想一人待着。走吧啊。姐。行。 那我们先走了，别跟妈说我心情不好，就说我工作忙，回头我就看她。那你中午怎么吃饭啊？再说吧，走吧。嗯，走了。